当下的感动，今天的行动。在当今的社会，有不少的人开始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和饮食平衡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特别喜欢健身和运动。很多人的社交网站上面，除了美食以外，大概就是他们秀出来傲人的身材和健美的肌肉了吧。在澳洲的消防员，他们有着这样的一个传统，每一年都会拍摄半裸的写真来成为他们当年的日历。这些消防员们都会光着上半身，秀出他们结实的肌肉，而且怀中还会抱着一只小狗狗。原来这是当地消防员的一个传统，那就是每一年都会制作日历，将卖出的日历款项捐给病童。而在今年，他们怀中的小动物们便是等候收养的流浪小动物们。这个自1993年开始的传统，一直希望可以在帮到孩子们的同时，也能够帮助到这些流浪的小动物们。不知道当我一开始说到他们拍摄半裸的台历的时候，您会不会有一些异样的想法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拍摄这样的写真。那现在您知道答案了吧？当下的感动，今天的行动，103.8 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。